小火小火是很好用。对，嗯。你要叫老板再上吗？再上个五颗好了。太厉害了。范你好，我来挑战那个大胃王挑战的。是你要来挑战大胃王？对，我要来挑战。是女生嘞 ？OK 的啦。现在已经到50颗了。那就先给我50颗。50颗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餐点都上桌了，真的是蛮大一盆的。那预备开始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加油。好 ，OK OK。应该比上次基隆吃的还大颗。嗯，不要嚼劲，慢慢咬。嗯。这就适合小口小口吃。对，小口，把小口小口吃。嗯，开心吃，嗯，小火小火是很好用，对，嗯，这是诀窍，嗯，小火之后比较用到门牙，很少用到门牙，真的已经先上50了，对，真的是50颗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现在还不到8分钟，太厉害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口味，嗯。老板还为了今天搞了一个这么大的，真的太感谢老板了。你只吃了10分钟。快吃完了。嗯。2、4、6、8，还有3。一颗蛮大的，上次的加大，嗯，好吃，可是要小。你要叫老板再上吗？我要再上个5颗好了。5颗，没关系，有人就盆吃完。举手跟老板讲一下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把这些吃完再上好了。好，先夹下这个洞。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再上5颗好了。好，加油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还有8分钟。不会，我把这5颗吃完就好了。其实这个真的蛮考验咬合力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女生来挑战过。好像没有。老板，这有女生来挑战过？没有，第一次，而且还超越前面的男生，吓死我了！这块慢慢吃就好了。对啊，你慢慢吃。老板还要做生意，不要吃那么粗。然后吃到诀窍，如果需要嚼劲的，要小口小口咬；比较容易的入口的，大口大口用。每次挑战都是经验。嗯，这样就好了。刚刚吃了那么多颗，也不好意思。不会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想你吃。没关系，慢慢吃。还有4分钟。还有4分钟。你要再来一盘吗？想喝汤。想喝汤。想喝汤。啊。还有4分钟。小火小火是很好用，对，嗯。